咁我都有留意呢一個 situation， 咁啊好開心同埋好難得嘅就係、是、喺呢段時間啦，即係當佢有呢個消息咧，雖然我都有睇到喺我嘅身上有少少嘅工作嘅安排或者係要留意啊，例如係咯，你提到紋身，咁我呢個紋身都點樣講啊，都皆知漢文㗎啦，即係已經到今時今日係變咗一個好似 icon。咁如果真係有一啲節目，佢係因為喂。我哋本來好想邀請佢，但係你睇佢有呢個紋身，邀請唔到嘅。咁我都好話唔聽，我又冇得介意，我又冇得好似喂有冇搞錯啊？唔邀請我，我都係睇成件事咯，冇得上咪冇得上咯。咁當然同時間有得上嘅，我都係覺得好難得，都係好感恩，感恩係好感恩。即係例如之前做緊個節目，而家都仲係有一兩集、就完嘅。咁係咯，呢、這個都係一個好嘅 example 咯。即係因為當這個消息啦，這個消息出現嗰陣時候 rap 歌手又或者暫時可以可以停，即係停止一啲工作啊，有紋身嘅又要停止工作啊，咁我聽到嘅我梗係都會留意啦，因為完全係中曬啊嘛，我兩樣嘢都一個有紋身嘅 rap 歌手，咁但係就好似啱啱我提到呢個節目，可以 keep 住有得做，有得參與多少，我覺得都係開心事同埋好難得咯。